我还是觉得我活在25岁。好，我们给这个美丽的梦美丽的掌声，谢谢。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三年，其实呢，我们真的好像一家人一样，对吗？对。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梦美呢，其实在你服用之后呢，好像肌肤的改善啊之类的，你摸一下吗？掉下来啊，太滑了。因为我当然很多东西呢都是人家说嘛，就是说我们的体内，如果说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健康的体内，那很自然的我们的肤色什么它会散发出来，那它就我们要先照顾我们的体内的一个那么之后它真的自己会散发出来，无形中你会觉得原来你的皮肤是还蛮不错啦，新的贵妥料才是小贵的音效小谁当然谁当没有很多那么其实我